这是没啊。何姐，我走太久了。接受海城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股东许诺过，如果今年不能达标，就主动离职。这才半年的时间，就快撑不住了。而且证人在直播里说的对。什么直播？他在直播里说什么了？你不知道。发现南阳镇没有介入科，甚至连整个东源乡都只有不到5位的介入医生，每个医生在自己的领域里都十分的不容易。通过这次救灾，介入手术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。我认为微创手术是医学这条的方向，我愿意授人以渔，把我所有的手术心得以直播的方式分享给同行们，比如肝癌介入栓塞术、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和 TIPS 手术等。 花姐，你同意了啊？我同意了。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你们在教科书里学的一切，都来源于前辈们的无私分享。就按他想做的去做吧。一会我来搞定。花姐，但是还……凌云，你们做的那么好。 你跟彭家什么时候谈成的手术直播？一直都有联系，但做出决定是在东源乡地震救灾的时候。这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因为我知道你会反对。即使我反对，你也会做，对吗？证人，你以前是一个人，你喜欢独断专行这个没问题，但你现在有团队，你有为团队的人考虑过吗？ 你想免费手术，你想免费直播，你想免费教学，你让他们耗时间、耗精力陪着你，谁给他们发钱？还有，你为医院考虑过吗？我不光为医院考虑过，我还认为可以用手术直播的方式，将一些高精尖的技术传递给大家。通过这次救灾，我才发现，大城市的基础医疗相差不大，可是乡镇农村的医生，他们能接触的患者是很单一的。 他们需要去学习新的技术，他们需要去接触更复杂的手术。直播是没有门槛的教学，如果可以用这种方式把我所知道的技术传递给大家，就可以拯救更多的人。我们医院一直的理念，那就是患者至上。你的想法我理解，你的目标我也非常认同，但起码得先让医院活下去吧。什么意思？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，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，但营收越来越差。花姐本来不想让我告诉你这个，我也认为等熬过这段时间，一切会好起来的。可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了。为什么？如果海城一个月以后还是辞职，花姐就要引咎辞职。辞职？还记得邢丽人吗？当时咱们在北达得罪了他，这段时间他一直逼花姐要辞退你。 你知道刚才花姐怎么跟我说的吗？这次的辞职，她是不可避免的。她想在走之前能帮我们多少就帮我们多少。证人，她在走之前还想着帮我们完成你所谓的梦想。海城已经岌岌可危了，花姐一走，你认为后面来的院长能允许你这样吗？
哎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连体婴回来了。 救救我的孩子吧！救救他们！我求求你！任医生，我从电视里看到你们在前线的事情，我老婆大就不行了，哭着说要回到这儿来。夫人那边怎么说？他们说这个手术太难了，他们要我们放弃妹妹。任医生，妹妹活着呢，妹妹活着呀，你们救救她吧，救救她！求求你，你先别着急，让我看一下给你。 怎么样，妹妹的薪水果然加重了。照这么下去，就算不手术了。郑医生，我知道你们是海城最好的团队，是我的错，我们不应该走的。我们肯定道歉。救救孩子，孩子，求你们，求你们救救孩子，孩子无辜的，求你们。 救救孩子！别看我，自己决定。郑医生，郑医生，郑医生，我求求你帮帮我们！救救孩子！医院的名声是越来越好，但营收越来越差。如果海城一个月以后还是赤字，花儿姐就要引咎辞职。 已经岌岌可危了，郑医生，救救孩子！郑医生，郑医生，郑医生，我求求你帮帮我们！救救孩子！去办入殓手续吧。 去办入院手续。谢谢，谢谢院长，没有救了。快去做准备。你们之前为这个手术投入了那么多，就别半途而废。而且，如果不让你做这个手术，你心里也会觉得遗憾的。 院长，介入教学收费吧。不用。可是你，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推广介入手术新术式，让更多的人受益。往大里说，是医生的使命；往小里说，是你的初心。虽然我之前一直都在说起您，但钱在生命面前，什么都不是。 家属走了，别伤员叔叔回去休息了。也签了保证书，再也不会转院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烫手的山芋彻底归你了。还有啊，鲁道夫第一个报了名，但他有两个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加入你的团队，以连体婴手术发表论文。他要第二组长的署名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 连体婴分离术，他要当心脉部分的第一主刀。
不行，新派第一主刀是你，我已经答应说什么？我想加入郑的团队，做连体婴儿手术。哈内尔教授已经答应推荐我，如果手术成功，我发表论文，对明年提名有利。你想做心脏分离的部分？我知道这样已经悬了你，但是你很久没有做过心外了。难道你做过？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心外。我还知道。海城，现在没有钱了。我基金会能够为这次的手术提供所有的费用。怎么样，苏云？把心脏主刀的位置让给我吧。想嘲笑我，还是想劝导我？你要是不做手术的话，来帮我写病历吧。认真的。这两年，海城的人提到你，都说你是咸鱼。仗着姑姑的身份偷奸耍滑，对患者敷衍了事，而且自私自利，不求上进。但这次灾区回来，问诊、手术、查房，大家都说你变了，变好了。但只有我知道，你没变，是恢复了。你本来就是很为别人着想的人啊，心软，重情义，顾大局。你这次让位给鲁道夫，我为你骄傲。对我来说，现在的海城医院不是医院，而是一个一个的人。要想这些人过得好，医院才能好。医院好了，我和郑然的梦想才能实现。我也想要一个很好的海城医院。你找我有事儿？
没有，就是刚好路过。你在外面站了3分26秒。担心手术？嗯，担心。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担心。你为什么没有邀请我加入你的团队？是因为我的水平不够吗？你还是说我只是一个器械护士，护士根本不在你的团队考虑范围之内。你还是别说了，你等我先说吧，不然我害怕你说完了我就没有勇气说了。我以为我们之间有那么深的渊源，而且又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，你肯定会邀请我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邀请了那么多人，你却独独没有邀请我。我以为我已经够努力了，是我哪里还做得不够好吗？你所有的手术我都提前做好了功课，我都是把每一个步骤都研究透了我才上台的。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定，叫做不等3秒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你所有手术当中所需要的器械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等到3秒钟以上。除了显微镜那种我不知道的，我需要先去准备。其他的我都做到了。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让我加入你的团队？我可以说话了。可以，等一下，你还是别说了，我怕你说完拒绝的话太伤人了。你已经在我的团队里了，我邀请过你，你也答应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于云霞手术前夕。我从小就喜欢看手术，尤其是高难度的手术。我是很专业的器械护士。好，一起手术。收到。你管那个叫邀请？嗯。所以，你已经在团队里了，是最早的，也是最好的器械护士。虽然这些年总是去远藏远飞，在实战中历练着自己，但只有这一次深入地震前线，才能了解到你20年前那场水灾时你的感受、你的经历和你的无助，明白了你创建海城的初心。人类在面对天灾和疾病时是如此的无助，如此的不甘，所以才诞生了医学。与天争，与命争，与自己争，而一家医院、一群医生远远不够，医疗需要无边界。就像您在《遗海无恙》里说的，海神初创，与子同胞。
晚安，爸爸。11分20秒。站在风里再不被人提起，霓虹光11分20秒。再来。我和你从不同过去，学着治愈却未曾抚平，淋在雨里最孤单的风景，渐行渐暖渐远去的冬季，我和你一样的秉性，不惧人心像从无人命，感谢生命有过几场风雨，冷静地看清过自己。今晚我是最幸福的人。的追寻生命印记，你这光多鲜明，鲜活的奇迹和勇气。口水、哈喇子、乱、片片的非常多。海了，是不是连起来就是老天不好了，万折马碎行了，海了的哈喇子片片的了。哎呀，对，啊耶，好了。在雨里最孤单的风景，渐行渐暖渐远去的冬季，我和你一样的秉性，不惧人心像从不认命，些生命有过几场风雨，冷静地看清过自己，和你一样的追寻生命印记，你这光多鲜明，鲜活的奇迹和勇气，很像你的我终于成为了你，很像你的我终于成为了你。一天做10台手术，郑医生是疯了吗？没办法，我们这回去前线多待了半个多月，肝癌的患者也就多等了半个多月。可不是，之前啊有几个患者家属听说医生走了，都闹到院长那儿去了，还是院长找了鲁道夫教授过来做手术，这事才算完。教授为了偷师可真是能屈能伸、你都不知道当时闹得有多严重，我都吓死了，生怕跟那个大黄牙一样。哦对了，我告诉你个事儿，我听说啊那个郑医生其实是陈妙的儿子，你觉得这事是真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北大那个信封的住院总告诉了他喜欢的一个护士，而那个护士就告诉了咱们这边一个护士，这不就传开了。喂，张行长，怎么样，能批吗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没关系，谢谢您啊，给您添麻烦了，再见。
Skilled and experienced team for this complex procedure. Our focus is on ensuring the best possible outcome for both. 都到齐了。各位，今天连体婴分离手术团队正式成立，希望各位能尽快攻克连体婴分离术，为海城带来更大的殊荣。主任，手术准备到哪一步了？之前我们认为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配合。 本来想等蓄力手术顺通好之后就开始练习，结果患者中途转院了。而现在，这个手术目前最大的难点，已经不是配合，是什么？心律不齐。两姐妹相连的肝脏之间有异常的血管相通，会导致手术中血压、血氧、心律的波动极大。富儿就是因为心律不齐，才放弃的手术。是的。为什么不用体外循环？因为体外循环风险太大，就算大人做。 都容易引起炎症，导致组织器官损伤，更别提本身就免疫很低的连体婴。所以，我们研究后觉得，如果能稳住心率，让姐妹同步是最好的。麻醉科那边怎么样？我们之前没做过分离术，具体会发生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等模拟手术的时候再练吧。好。四位主刀人选确定了吗？确定了。主任跟林渊负责肝脑分离。 超越鲁道夫负责心脏分离，此外还需要人工肝配台。还有，相连肝脏分离创面可能会出血，需要充足的培训。OK， 这个我来解决。阿云，你要做好后勤协调等一切辅助工作，配合证人团队拿下这个手术。知道了。 本次连体婴的模拟手术按照真实手术计算发放给大家补贴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院长万岁。介入手术教学那边，我要模拟手术，基本没时间上班。这个我知道。素云，这件事情由你来做。为什么是我呀？现在连体婴已经成长到了关键阶段，留给他们准备手术的时间并不多了，证人必须全力以赴。 所以 ，Tips 的教学直播必须由你做。哦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，湍流可是证人交给你的。你可没付钱。什么叫他教我的呀？这棵树是，我也有很多想法，是我们一起完善的，好吗？那样不更好？再说，现在除了你，也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去教学了。哎呀，求你了！去。 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其他问题，从明天起，早8点到晚试练，可以做到吗？如果做不到的话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哎呀，小意思，反正我之前都是天天窝在手术室里。来都来了，就这样呗，干就完了，喝茶。<笑>好。 钱、人，全部到位，各位，我等待你们创造奇迹。 我奔赴你是命运，哪怕已经别离间。
妈，你要挺住。你别丢下我，点了，郑医生怎么还不来啊？别着急，还差五分钟呢。郑哥一向准时，估计是喊明哥去啊。哎，先生来了吧？别着急，走，各位。都看我干嘛呀？哎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郑医生呢？他没来吗？不应该啊，他每次都提前十五分钟的呀。报警！受伤，没用的，血氧80%会导致酸中毒，你现在必须马上送往医院治疗。我为什么要去医院？有你在，你就给我治。我给你指条道，把我妈看好。跟我妈一起走，陈淼的儿子。
17年前做了左小腿截肢手术，安装了义肢。3年前开始行走困难，病情加重后，又在医院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。你看我干什么？你给我治！因为手术打击，术后状态不佳，3年来反流性食管炎，间断发热，眼睛也迅速失明，听力下降。1年前出现了心衰。最后一次检查是在3天前，心力衰竭。急性心功能衰竭，慢，求求电影。有没有错了，三米？没有，没有。赶紧摇手，让你妈坐起来。为什么要绑我妈的腿？为什么要绑？减轻血液回流，对心脏造成的负荷。不过这样解决不了根本问题，得必须马上送医院。为什么要去医院？有你在，你就给我治。是被你们抓走了吗？我们来的时候就没有人了。怎么会没有人呢？我之前来过的，他就是住在这儿。你来过？对，是当年李爱芳的事，是我爸出钱给他安装了义肢，这些年也一直是我爸给他提供了医疗援助。对了，账号，看一下，我这有一个他的秘密账号，看看能不能顺着这个找到他。哎，老沈。帮我查个账号，别着急，看看他最新的活动轨迹。嗯，妈，妈，妈，你要挺住，妈，妈，用力啊，你用力救啊，妈，妈，你一定要挺住了，妈，想救你妈就打120。环形区派出所的，这是逮捕证。华国，你涉嫌非法拘禁，现在依法将你逮捕，带走。走，张医生，张医生，你要救我妈，我求求你救我妈，妈，你要挺住，妈。警察，警察。怎么样，受伤了吗？快，快打120，快快快打120。